要开始啊 ！Hello， 我是菲菲，今天继续来一期《不心动挑战之全员加速猎人升级中》，赶紧来看看未来战士长什么样。好厉害的感觉，怎么像是暗夜杀手女巫呀？突然之间觉得一股寒气逼来。如果他是猎人，我是第一个不逃跑的人。请问一下，是不是所有男生穿上这种装备都会变成大帅哥呢？这就是所谓的女杀手吗？女杀手？这个有一点未来战士的感觉了，毕竟那制服穿起来真的是请问他这个比例是正常的吗？他摇一摇，摇到了我内心深处。行了，反正今天已经把我拿下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有科技感呢？感觉下一秒他就要出现在你的面前守护你了。明天是秒一天，加油关注我，我们下视频不见不散。